怎么样了？搞定了！我好像完全失去味觉了，尝不出食物的味道，那怎么做菜啊？若芳又耍什么手段阻止我去比赛？你们干嘛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四玉被人软禁，会不会有生命危险？我就是一个烂厨师。 谁说你是个烂厨师？我是否能反败为胜？谁又是最后的赢家？很快就要到大结局了，请继续收看《未知道》。你这个样子怎么比？你可以振作一点嘛，要不然你妈知道，你连她的两道菜都输掉，她真的会跳出来骂我教导无方的。《未知道》周一至五晚上7:30，8频道。你也可以上MiWatch免费随心选看更多《未知道》视频。